三号技师小高为您服务。你像是来搓澡的，不像是来按脚的。为什么会这么累呢？因为昨天我俩去看了黄果树瀑布。终于来到了语文课本上的黄果树瀑布。一切冲动又疯狂的瞬间是我最理想的逃跑方式，向主人公顽强的对抗。我的奖励就是离开当下的生活，看我的衣服，毛坯的人生。所以我喜欢有人凌晨突发奇想叫我去看日出，喜欢不打伞的暴雨天在雨里狂奔，喜欢什么准备都没有穿上鞋就出发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行。你说会有人躺着睡觉吗？不会。现在有了。开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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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啾！从电视里爬出来。哇，你成真的了。从早起都走到四点了。好累啊。休息会儿吧，补给。谢谢。喝点清爽就没那么累了。瑞幸清青乌龙啊，舒服了，好清爽，清新茶香。你不觉得谈恋爱跟爬山一样吗？累了喝点小茶给鼻子充充电，咱能走得更远。干杯。干杯。已经走了快两万步了，还走吗？去哪里都好，跑起来世界就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